的话，你们可能要自己带睡袋了。还要带睡袋哦。啊，我有拿一个新的包包，还有附睡袋的功能。真的哦。对，明天带来给你们看。好。哦，大包小包的好重。等一下，赶快回家洗澡休息了。哎，为什么你背这么少？因为我的背包有睡袋功能啊。噔噔噔噔。超累。开始睡背包喽！什么？你要睡背包？对，今天就要为你们来介绍我的背包喽。这边有个小口袋，拉开可以放手机，然后背面背在这里，还有网袋可以放悠悠卡、一卡通，还可以放零钱。然后这里还有个胸扣，就是如果肩膀比较窄的人，就可以有胸扣固定背包。然后这里还有两个网袋。打开可以放皮夹，然后里面还有设计一个暗袋，可以放私人证件。我们还有做一个防水袋，可以套住整个背包，以防下雨淋湿。然后前面的部分打开有两个大口袋，可以放水壶或是平板。两侧拉链拉开，东西太多的话，还可以用这个增加空间。然后我们还要做一个袋中袋，也可以替换成自己的束口袋。这条拉开就可以拿钥匙，就不用找很久。接下来是睡袋的部分。整个摊开，这边还有拉链，夏天打开可以透气。然后这个袋盖可以拆开，里面可以放衣物，当成枕头。我都 OK 了，我接下来要来睡了。晚安，好多功能哦！对呀，好多功能哦，好赞。